红色的释迦果，据说这个水果是世界上最甜的水果。第一次吃，来尝一下。我看到这个之后，我就想起那个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里边有一个菩萨的发型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这个发型是不是和它很像？哇塞，里边是这样的啊。这咋全是籽儿呢？是挺甜的，但是籽儿也太多了。哎妈，全是籽儿，确实是很甜很甜，但是籽儿也太多了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味道，就是比较甜，然后有点水果那个它的那个香味儿。然后就是籽儿特别多，你看我这吃了能有半个，然后吐出来这么多籽儿，这籽儿能不能栽活？要是能，一会儿我就去给它栽上。要是能栽活，给我双击的，明年它结果，我给你们一人邮一个，怎么样？拜拜。